他住在澎湖那嘛，我们这边已经几岁？三岁吧，哈，已经三岁了，他以前我们做试管的，那个剩下住在澎湖，因为。这个长期不孕的，所以我们来给他建立那做试管，那一次呢就生下了，哦，我们植入两颗嘛，两颗哈、哦，生下这个，那剩下有三个冷冻胚胎呢，所以要植入第二次嘛，哦、啊，你现在几个小孩？只有一个小孩嘛，哈、哦，但现在只有这个小孩，所以有这个小孩以后，你住在旁边有什么观感？啊，家里怎么事情？父母亲？嗯，啊，比较的，为什么哭呢？哎，你帮他讲哈。我老公，这个是因为，哎，这个小孩真的是来的很不容易。哦，好好好。嗯，我别人的气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么嘿，怎么还是回来？他很喜欢小孩。很喜欢小孩，所以。几年不孕就感到自己结多久？五年不孕哦，所以来到我们从澎湖来过来这边。那你们就怎么知道猫生医院的事故？我们是人家朋友介绍。介绍来的、嗯、啊，家他是独子吗？没有孩子啊，兄弟有小孩都有小孩，妈妈希望你赶快有，是不是？那你自己对小孩子也是一种，历程还没这样，外面还都可以做。他说有小孩子呢，就是因为这样过程很艰辛，所以有很感动，真的还是谢谢老师，真的。OK， 那我们希望这一胎是一次就怀孕了啊，谢谢谢谢，才不会从朋友这边分开来啊，所以这次就不用采了，我们将来用后面把它植入进去，那有三颗嘛，那我就植入两颗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好，那就这个给我们上。